你见过用涂料做的玉石背景墙吗？我也没见过，今天咱们挑战一下。首先咱们用釉料调一些不同的颜色，做一些丰富斑驳的底纹，之后再勾画一些玉石里面的裂纹，来提高它的层次感和逼真度，再披挂我们正版的极光照面，干透之后进行打磨抛光，而抛完光的效果就是一整块玉石背景墙。你认为我们挑战成功了吗？评论区告诉我，感觉以后用得上的可以点个关注。